咱这个拳呢，主要的转换会做了，出的效果叫什么？叫转关。什么意思？我这个门是开的，你以为是关着的。哦，对，下撞上。所以你上去一撞，这个地方没有门，你就下去了。秦老师啊，把腿推进行吗？下午可能我得有点跪了。小李，小李，我们那不用这个不用这么推啊，不用这么推。你这个你看它没有啊。对啊。是吧？你们是怎么练的？你来，你推。对，你们是使上劲儿。对，他这个推是怎么样？你看，他不让你推。你看他没有推。对对。你一打手的时候，你看他没有了就行了，就不能顶上劲儿。你看他顶的没有了。对。这不没有了吗？你看，这不就没了吗？这是不就没了？害怕了。这是大的。一动别动啊！啊，拉过来！哦，是吧？啊，他一过来之后，你看，不是在这儿吗？到了这儿来之后，你看，这么自己过。你在这儿，你碰了他，你是他有劲儿啊。他很有劲儿，是吧？你看，回来没了，不是毁了。我感觉啥害怕了？他感觉没有了吧？但是不能使劲儿，一使劲儿他又有劲儿了。任何时候使了劲儿，他都有劲儿。你看过来了。这个地方医生，你看是不是我过的时候没打他？对，没感觉。你们老这么打啊？对对对，就在这时候往下走的时候，你看膝盖这一块，他这就没有了。这时候你是，这正好了。哎，因为你丹田很小啊，你动了这一点出来了。你试一试，你看他这一点，你看这儿他没有啊。你看他捡起来了，你们看不见。你看是不是捡没有啊？有了吧？你们不知道，已经有了。这里面都有了，就剩了这一点了。哎，我把你放在这儿，你看你是已经有了，你是。